你说这养点鱼多难啊，这水他妈也不大漂，大半夜换换水还得，外边黑了吧唧的，这点小鱼费劲了，这失误了，没有放杀菌灯。一会儿从大池子里边借个杀菌灯去，一会儿把大池子的灯打开，就看不见外边，一点外边都看不见。现在晚上直播啊，晚上直播给你们直播小鱼，也给你们直播大鱼。然后我的高科技，开，嗨，这有这玩意儿都是管事儿。巡查一遍，这小水真干净，这清清过滤，你看看效果也有了。这个过滤还没清呢，上面全是那个小干子。哎，巡视一遍，都趴了，趴的比较完美的，这个也趴了。走，到这儿吧，晚上直播啊，晚上给你们直播。